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工位，然后灯在这个地方，灯在这个地方，对，然后以后这个电脑就你的。用我的吗？对，这个电脑就你的。真假的？真的。然后把窗，平时你来的时候把窗帘打开，然后透透气就好了。但是我不会用电脑啊。我会教你的。那这个用。然后你看看你缺什么，我到时候再给你准备。你坐着，你坐着，你坐吧，反正也是你的位置。然后你这个帽子就别戴了，这里没有什么危险，天花板掉不下来的。然后呢？你把你帽子摘了，行不行？抱。我就。你怕天花板掉下来砸着你啊？我就不会用怎么办？我会教你的。然后我教了你之后，然后你不要就是说老是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的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干了，对不对？不能让叔叔阿姨们失望。然后这个是入职流程，然后你待会儿你填一下啊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你每天需要做什么啊？你每天来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供应商也是就不确定的时间来给你打电话，然后你每天就来，他带了什么东西，弄了什么东西来，然后你把它入库入到电脑里面。然后有别人来就是拨了什么就是货走，我你就可以，没事，慢慢来，我慢慢的来嘛。我只是跟你说一下大概流程，就你每天需要做什么，你不要就是说今天干了明天不干的，然后找人的时候又找不着人，是吧？我可以。你在这个地方有空调，有啥有啥的，比就是说在外面你工地干着今天有饭吃明天没饭吃强嘛，是吧？你不要答应的倒快，你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哦。有点突然，然后但我确实我，没事，这个东西以后我会教你的，字你能认吗？我可以，智慧。智慧就没问题了。然后这个电脑我待会儿会挨着慢慢的教你的啊，该怎么弄。然后你这个头发真的，你看不像什么好人，真的我都觉得不像个好人。现在。到时候我带你去弄一弄啊，就空得空了之后带你去弄一弄。然后你现在先熟悉一下工作，然后把这个表给填了嘛，走一下流程。这个，我填吧。你待会儿填嘛，没事。我再给你说一遍啊，你不要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的啊。我现在都不知道有什么话的，就是感谢你了，没事，你好好干了，你好好干了就是对我最大的那个回报了，行不行？我以为你说仓库就是说去仓库，没事，仓库到时候你也要帮忙的，就别人忙不过来的时候你去帮东西啊什么东西的。然后我就对东就是说时间比较长，然后比较杂，事情比较杂，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比你在外面那么高的温度，对不对？我就我怕我干不好，现在我心里要相信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有点一跳一跳的。你要不要让叔叔阿姨对你失望呀？叔叔阿姨他们都说黄毛是吃的苦的，就是工地上的，这里肯定没有工地上的苦能吃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不用带了，就扔了嘛，这个。随便你吧，以后我希望你也不要戴上这个帽子了，行不行？就是说，我是说希望你的以后的人生不要戴这个帽子了，不是说你现在不要戴这个帽子了。努力努力学习嘛，人都是学习的，进步的嘛。那我先填了。那你先填吧。你出去我填。没事。我填的有点慢，我怕你。我帮你记录一下，你入职的第一天，你对我的承诺，对叔叔阿姨们的，对，不要对让叔叔阿姨对你，对不对，感到失望。就你我填这个有点慢，我刚。啊，没事，你慢慢填。出去我填完了给你。行，你慢慢填啊、哦。好。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，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，也许我爱你放在心底变成秘密，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。多少次我告诉自己，此情可待已已成追忆，多少次我告诫自己，不再为你流泪到一败涂地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
情人别后永远再不来，来点掌声好吗？突然独坐放眼沉世外，鲜花水会凋谢，灯会再开，人生所爱有样，不枉爱。